这台秤现在调好了，现在我们设的是75克啊，倒的料是这个料啊，那是这个干燥剂，然后现在这里是青莲的哈。来，你接一下料。好，倒掉，重新再来。别动我。我们现在测试精度哈，全部是设置了三克，7.76啊，把物料倒掉，称一下袋子。4.75，好，7.70，好，倒掉。再称一下袋子重量，4.75。你称袋子重量是代表袋子里面的物料你是倒干净了，7.68，好，倒掉。4.76，好，再接。7.74，倒掉。再称一下，4.78，再接一个，7.83。